大家好，我是 Dicky 大忙，我是他的老公马广波。你，他是欣欣，他是马萌琪。哎呀，马萌琪，我们哪里去？今天去啥地方？水城医院啊，一个小弟弟是吧？你高兴了？你高兴不？你高兴不？你高兴不？等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去看看。暖阳下，我迎飞风，是谁家的姑娘？姐姐，走走走走走，放心，拜拜。